没有汤啦，无讲吼，臭豆腐遐本来较无遐臭，水也侪，水够侪。阮是用中药卤水好好块，食起来才有这种口感。而且阮的臭豆腐吼，嘛搁烧啊过外去的哦。啊，你会用车来再加一粒干的。啊，这是啥物件？这是阮大坑上有名的绿钻石，这粒绿钻石啊，互你特别一下身。加油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每礼拜一暗时10:30，超地状元。